我给大家介绍 HYN11 平时两轨迹钥匙的开启方法。这是一款现代车两轨迹，就是平齿钥匙，它是八个齿，肩定位是四个齿身。下面介绍工具的使用、开启方法与读齿。工具插入锁孔，测试齿位，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二、四、六、八。这款车也是向车尾开启，就是顺时针。我们测试推杆加力以后，车是看它的动作，动的、不动的、不动的就给它撬动，不动的就撬动，这是动的，这个不动就撬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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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测试这个，动的，动的，动的，不动，动的，再找这个，不动，开了，开了，我们读齿，四，一号位是四。三号位是一，五号位是一，七号位是三，二号位是二，四号位是二，六号位是二，八号位是三。我们把读的齿号记录下来。4 1 1 3 2 2 2 3，我们按照读的齿号在钥匙图上连线，4 2 1 2 1 2 3 3，我们把这个多余的去掉，两边做的对称，4 2 1 2 1 2 3 3，去掉，就是一条完整的钥匙，车门点火一样多。